饭美食的一代暖暖哦。大家早安。早安。今天我跟文刀去吃一个自动贩卖机的台湾饭。之前为了帮文刀买情人节巧克力的手作包，去了一个车站叫做 Hikari no Mori， 然后我就发现那车站里面的自动贩卖机有一个东西叫台湾饭，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带文刀来买看。台湾飯あるの？あるある。でも私も何入ってるのかわからないよ。なんか台湾飯って書いてあるの？うんうん。中身はわかんないの？わからない。ルーローファンかなとは思うんですけど。ああ、ルーローファンっぽいよね。ああいうのって。でもそれでシュードーファン入ってたらびっくりだよ。入ってない入ってない入ってない。楽しみ。楽しみね。じゃあ行こうか。Let's go! Go! 我们要開車去、因為那裡的電車30分鐘只有一班、我覺得太不方便了。我们现在到了光之森车站，我们就是要为了买便当而进这个车站。哦，卡哇伊，クロちゃん，なんか見るよね。なんかアニメで見た気がする。啊，好可爱哟、哦！这里的列车都是这种很特别的颜色。哇，这个还跟枫叶一起照，好漂亮哦。因为这里的电车都是30分钟只有一班，所以他们这里就有等待的地方。这里有暖气，好温暖哦！因为外面今天风超大的，很冷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之前在 Instagram 有跟大家介绍过，就是这里可以捐书给大家看。如果你有喜欢的书，可以带回家这样子。收收收，ここ待ち時間長いからさ、30分ぐらい。30分にも。そう。はい、だね。ちょっと今日寒いね。寒い寒い。東京は雪です。熊本やっぱり雪降らないね。这里有超多贩卖机的，就是这个贩卖机，这贩卖机有超多东西的，有热狗堡，还有炸鸡跟薯条，炸鸡块，还有饭团、章鱼烧，还有台湾饭。这个台湾饭好像是新卖的，那个牛肉饭不一样，而且它的价钱只要370日元，超便宜的。不讲哪里烤鹅，哎，台湾美食豆。唐揚げチキン。そう。我也是想吃这个。唐揚げチキン美味しそうだなと。ね。やめやめ。太味受欢迎光临。野菜味自慢、風味自慢のホットメニューへようこそだって。お子様や辛味が苦手な方はご注意ください。稍微有一点点辣。スタート。120秒。哦，2分钟。不讲初めて、こういうの。初めて。楽しみ。私も初めて。它这里会有指示灯，开始跟制作中，然后我好的话就会亮出下面这个。啊，好香哦，有闻到味道了，一定要吃。我知道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零，噔噔，好了，打开。哇，好酷哦，这样拿出来，哇，我第一次吃这种自动贩卖机卖的热食，好期待。好了，给 chicken。100秒。上面都有写等待时间，像我们现在点的这小炸鸡就差不多等100秒。六、五、四，哦，等等，噔噔，这里也好了，掉下来的时候都会这样反过来，好好笑。哦，我一起走。我们两个另外买了一瓶水蜜桃饮料，因为我们两个只是为了买自动贩卖机进来的，所以他只有跟我们收入场费，入场费是120日元。我们现在已经回到车子里面了，那我们先来开看这个台湾饭，这里有写是附汤匙的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没有餐具。这里有个开口，所以可以从这里打开。哦，哦，那很奇怪。哦，对，它还有这样的包装哎，它上面还有一层薄膜包装，要把这薄膜撕开。除了本体之外，这里还有附汤匙。開けてみるぞ。もうすでにいい匂いするもん。ね、これなんだろう。ルーローファンじゃない気がする。何？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有点像瓜仔肉饭。哦，すごいね。いっぱい肉入ってるよ、ほら。嗯，对，我觉得这个像油饭或是瓜仔肉饭哎。いいよ。他们台湾嘛的，あ、違う台湾っぽいかな。あ、これ辛いわ。美味しい？うん。辛いの？私も食べてみたい。うまいけど超辛い。超辛い。超辛い。食べてみ。好。俺にとっては超辛いわ。那换我试试看，我觉得这应该就是瓜仔肉饭，好辣哦、喔！耶，辣一球，辣一球，好辣哦、喔！这什么东西啊？这吃起来也不像瓜仔肉的感觉，为什么叫台湾饭？我感觉台湾没有，那蛮辣的。台湾没有，没有，对，你
中文很好耶。嫌にならない辛さだね。味がしっかりついてるからね。なんか肉そぼろの味がすごい強いね。の味がすごい効いてくる感じあったから。那日本人比较不习惯，因为真的蛮大的。得了，我们两个另外买一个炸鸡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炸鸡长怎样。这个里面也是有附筷子的，里面都有附餐具，真的是蛮方便。它的照片有点像是台湾早餐店会卖的那种炸鸡鸡球。哎，它里面有附这个筷子，好可爱哦，这么小，很小双的筷子，好小。好想好想，文当的中文越来越厉害，真的受不了。这个也是上面有一层薄薄的膜，要把它撕开。这里面总共有六块炸鸡，而且它这个一块炸鸡还蛮大的，它的外皮当然是没有一般的炸鸡那么脆，可是它里面肉吃起来就是一般那种日本的炸鸡味。我本来以为会是那种更廉价的组成肉。我の好きな味。なんかジューシーやね。ジューシージューシー。味もしっかりあって、コンビニよりも俺好きかも。俺好きだ。よかった。这附近就是卖场，等我们吃完之后，在这附近的卖场逛一下。那么我就得去其他地方再看看了。我是第一次吃这种自动贩卖机的热食，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哎。普通にその場でチンしてくれるから、焼きたてを食べてる感じね。美味しい。しかも安いし、370円だけだしな。二つで740円。安い安い。安い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去大卖场里面逛一逛。这个大卖场是叫做 Yume Town。我在东京是没有看过 Yume Town 的，可是文章说在日本的南部好像蛮多 Yume Town 的。本当南の方しかない。就像那个台湾的丹丹汉堡一样，丹丹也是只有南部有嘛。日本也有很多像这样子是地区区域限定的店家，比如说这家便当店，你可能在东京没看过，可是来日本的南部就发现，日本到处都有这个便当店。那个粉红色就是 Yume Town 的招牌。然后这个是我们两个昨天买的熊猫头套，可是文章开车不习惯，他又把它拿掉了。Go， 文章又来看他最喜欢的包包了。现在这个包50% off， 一个包包只要5000日元。现在日本是樱花季，所以哪里都卖很多是樱花包装的商品。南瓜吼，很多这种假植物哎。我跟文章最近也想在我们家多放一点植物，会感觉整个房间更有气氛。这里也有卖很多这种美式看板，应该有一些在装饰摄影棚的人会喜欢。そうだね。这个好可爱哦，是你把牙签放在里面，它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帮你拿一个牙签出来。现在 Loft 在做期间限定的日本全国各地拉面的贩卖，这个前泽牛拉面感觉蛮好吃的，宫崎的星星面，还有北海道的圆山动物园拉面。我那时候在北海道的时候有去圆山动物园，那动物园很好玩哦，大家去北海道可以去。哎 ，Loft 很贴心啊，因为日本现在是3月，那日本4月的话，通常那种毕业典礼啊，或是很多人要去别的地方工作要搬家，他们就有特别设一个区域是写这种卡片的。日本一整年什么时间就有什么要做的事，这种文化真的很特别。我跟文当现在想要买放在家里的分香剂。我的我下面的，你又要。阿妈应该应该来，来讲。这个蛮香的，这个味道很香。文章跟我最喜欢这个歌，这个已经卖光光了。这一种也很漂亮，是里面有很多花的。我们最后决定买这一个。哪里搞钱的？它很多花。我们看到这里有一家 Thirty One， 文章很喜欢吃 Thirty One 冰淇淋，所以我们要来买。我最近喜欢吃的是这个口味，因为它里面也有巧克力，然后又有草莓酱，觉得这个好吃。文章点的是 Double Choco 双重巧克力。好吃。这里真的是什么都有哎，之后买东西就可以来这里。那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回到车上，要准备回家了。我们今天买了好多东西哦，买了芳香剂，然后文章又买了化妆水。对，文章很喜欢这个牌子的化妆水。然后我们刚才发现楼上还有电影院，我们又拿了2张我们想要看的电影的传单。有蜡笔小新是4月24号日本公开，还有柯南是4月17号日本公开。我们两个每年都会去看柯南。毎年欠かさず見に行ってるね。みなみちゃんが出てます。僕みなみちゃんめちゃめちゃ好きなんですよね。文章很喜欢这个叫冰边美波的女演员。好期待哦！接下来还有《鬼灭之刃》电影应该会上映。啊，そうだ。鬼滅の刃いつなんだっけね。わからない。いや、今年の春って言ったんですけど、いつになってるのかは言ってない。哦，楽しみ。無限列車編。好，那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啦。这个就是我们两个今天约会的一天。虽然主轴是台湾饭，可是我蛮想来这附近逛一下，给大家看平常来日本熊本的休假是什么感觉。然后现在有夕阳哦，给你们看。噔噔，綺麗な夕日だ。綺麗だね。眩しいね。好啦，那文道你跟大家说拜拜，拜拜 ，see you next time， 大家晚安，晚安。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。
しても